没人吗？ 大盘鸡啊，大盘鸡！ 哎呀，操！咦？ 最顶上有一个，这大锅应该没人吧？反手捏一颗雷，闷声发大财。Fire the home， bam！ 好家伙，一枪都没打中。 但是他还是倒了。 我操！我一开门进去，我就看见有个人在那里，吓老子一跳。
看到了，哦，野牛在这呢，我操了，大厂，哇，我的个，71分，牛吧。